5分钟就可以到海边，超低的持有成本，顶级的学区。今天呢，咱们来看一个4到5房的全新大独栋别墅，位于洛杉矶城县的 Huntington Beach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个呢，又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独栋。视频里的这个呢，是它的第一个户型，2800尺，4房4卫，2车位的标准车库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宽大的客厅、大的层高、大的厨房。并且呢，配备了顶级的厨房电器，而每一个地块呢，都带有一个这样非常不错的院子，给您和家人呢，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休闲空间。现在呢，咱们视频转回这个大客厅，我坐到这个沙发上呢，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，很大的一个空间。咱们看这边的大窗户，采光非常的好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去看一下位于1楼的卧室。这个卧室呢，位于一进门的左手边，面积呢中规中矩。卧室内呢带有独立的卫浴，而它对面这是半个卫生间，给客厅用的。现在呢，咱们去2楼看一下。2楼一上来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宽敞的客厅。当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呢，家人跟客人之间可以做到互不打扰。另外呢，在左手边这里就是它一个宽大的主卧，一共呢是有4面窗户。在墙边呢留出了足够的空间，可以做架子或者是放柜子。现在呢，咱们看它的主卧的卫生间，非常大，双水盆的设计，双镜面。卫生间的尽头呢就是主卧的这样的一个衣橱。这边呢就是马桶的位置，并且也带有一扇窗户。咱们看这个洗浴的这块有多大，可以站好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面积。2楼除了主卧之外呢，还有2间次卧，这2间次卧呢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，这个是共用的卫生间，双水盆的设计，并且呢配备了洗浴。还有呢，这里就是它宽大的洗衣房，左右放置的洗衣机和烘干机。这边呢是其中的一个次卧，这个面积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在这个次卧的旁边呢，是它的另外的一间次卧，这两个次卧其实是基本上是一样大的。这个呢就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，双客厅、4个卧室、4个卫生间。目前呢刚开盘200万出头，性价比非常好的时候。更多的问题呢，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